Yo， 各位波士顿波士顿，我哋 玩翻呢个 PES 耶 ，PES Club Manager， 冇错咁啊！之前大家有见我玩过啦，呢个啊足球嘅啊经理人游戏咁啊，最近咧有更新咧系好爽啊，所以要拍啦。点解咧？因为咧最近咧啊抽人系屈晒机，系平到喊，都极容易有呢个七星八星左右。哇！试下睇今次可以抽到啲乜嘢？七星或者八星嘅球员啦，系嘛？咁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活动咧，就叫至高至存高远啦，系嘛？咁其实咧咩至存高远，好似尾音有啲奇怪啊！至存高远，至存高远 ，OK 啊呢个字 OK。咁佢咧就系斗入得多波啦，系嘛？同埋嗰啲叫做每日嘅奖励嚟，今日可以入到5波咧，就可以攞到啲奖励啦，系啦。哇！越多积分越劲啦，系嘛？都有七星添，哇！七星球员 ，OK。仲有好多 cons 嘅奖励嘅，好咁，但系咧，其实今次咧，我要先抽嘢先啦，梗系嘛，咁啊，因为咧，佢而家最近更新咗咧，系超正嘅，睇下球探，咁至七星，又有一张喎，球探，送俾我嘅喎，等先，嗱，有啲紧张啊，谂谂先，应该会有啲咩咧，有啲咩球员咧，哦，拉芬哈。哇！睇你一抽都唔少嘢喎，都有呢、這个、啊、巴塞隆拿，即系其实佢基本上呢个一抽咧系全部都系巴塞隆拿嘅、啊、球员啦、啊、一抽就抽到 Rafinha。好啦，然后就系抽呢、這个啊，系咪呢个Liga BBVA 系嘛？其实呢个咧真系西班牙甲组联赛啊嘅球队啦，系嘛？咁其实咧西班牙甲组联赛咧应该有巴塞隆拿或者系皇家马德里嘅，咁啊最好嘅系抽到呢两个球队嘅球员啦，系嘛？咁啊佢有10个球探、哦，不如试下10个球探啦，系嘛？佢保证有咩保证啊？保证有6星、哦，6星一定有一个、哦，哇爽喎、哦！有啲咩6星咧？哇，嘿，嚟啦！哦，会系巴塞隆拿或者系皇家马德里嘅6星球员咧？好，暂时第一个5星，我哋净系睇下有冇6星球员先。5星，系、哎，即刻出7星啊！哦，呢个系巴塞隆拿嘅 Luis Suarez 系嘛？咁有啲难读啊，因为我唔记得个发音系点样读啊。Suarez 叫 Louis 啦，个 L 字系 Louis 咁解。哇，第一个已经有7星，哇，又追一个6星。咁呢个都系一个巴塞隆拿嘅球员啦，6星球员啊 ，Ivan Rakitic 啊。咁啊好，咁啊下一个咧，好暂时5星。哇，暂时咁样10周牌已经出咗一个7星，一个6星喎。哇，睇到难啊。哇，第二个6星。嗱，咁呢个球队就系莱曼特嘅球队噶嘛？呢、這个 Ranfan 我就比较少睇啦。OK。但得6星噶，哇屈机！诶、哎，第三个6星就系呢、這个Obla 系嘛？呢、這个马德里竞技球队系嘛 ？OK， 哇唔系讲笑，咁样10周牌已经有1个7星，3个6星，哇我都唔系讲笑，而呢个10抽整翻3日，起码都要整两个10抽啊，起码都要20抽啦，系咪先？哇，真多球员都喊，好啦，6星，7星。嘿，出嚟啦，出嚟啦，6星球员。诶，今次冇咁好运喎，睇嚟出咗好多个都未有喎，出咗好多个都未有6星喎。诶，呢个咪头先出过咯，喂，都系巴塞隆拿嘅 Ivan Rakitic 啊，即系有可能系出到一个或以上相同嘅球员角色噶。哦 ，OK， 好，算啦，人品已经用尽啦，我唔再抽落去啦，我知再抽落去应该都系重复噶啦，系啦。然后佢仲有咩啊？球探成一嘅呢一个，哇 ，gold 唔系 gold， 唔系啱啱讲错，唔系讲错，系 gold 系 gold 系啦，啊呢、这个系点啊？一定出6星或7星、哦，我有3张、哦，哇喺咁、哎、哇爽、哦，第一个系咩咧？哇好紧张啊，有3个，一定系6星或者7星、哦，哇系咩咧？系咩咧？睇唔到，哇嗱，今次系出咗呢个巴西嘅球员。阿 Milo 系嘛？呢、這个梅洛，哇！第二次，我好紧张，每一次都系借嘢嗰种感觉，真系好兴奋。喂，哦，今次系呢个巴黎嘅啊，圣日耳曼球队嘅呢个 Pastor， 阿根廷球员嚟，有啲潜质噶，21岁添，好似年纪轻过我，喂，佢后生过我，唔制，再抽，好，剩翻最咩张啦？我谂每次抽到即系7星咧，上面都会公布啲名啊！哇，咁正嘅、啊、哇，一个日文嘅玩家，日本人系嘛？哇，得咁多7星，系咪啊？系咁抽到7星喎、啊，佢哋哇，好啊，到我啦，
俾翻七星嚟好啊，六星二七星，七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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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嘿，呢个咪刀门尖，咪呢个咪个刀门尖啫，我改个翻译叫刀门尖，佢系刀叫刀门格斯啊，刀门格斯 ，OK， 刀门尖 ，OK， 我第一次记到个名嘅人，刀门尖啊，哦，咁佢咧一个比较唔错嘅球员嚟啊，六星啊，系啦，咁啊都系阿根廷啊，屈机，哇，一次过睇到晒佢稀有度嗰啲，哇，稀有度爆，梗系由稀有度爆就签落去啦，好啦，咁啊，梗系事不宜迟，要试翻铺先啦，系嘛，真系好啦。前往比赛，系啊，因为咧佢呢个而家活动咧，只要喺呢个联赛或者系呢、這个杯赛不断咁赢咧，入波啊或者系嗰啲控球分数咧就可以攞到嘅奖励，最尾仲可能赢到七星嘅球员嘅。我觉得啦既然要入波，咁啊不如全进攻啦。好啦，左右防守，调一调自己的位置先。系啊，我觉得咁样已经 OK 啊，已经够手噶啦，应该系咁噶啦，咁应该够手啊，希望啦好，就咁。屈晒嘅就有泥巴救晒玩啦，系嘛？啊，就 Griezmann 啦，吓、啊、好啦，路过的球队又系我哋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比赛第九，我睇下呢一铺会一夜搞掂嗰个每日嘅成就先，入五球啫嘛，系嘛？好，首先系泥巴，哇，喂，但一开头就俾人哋兜过嚟，唔掂，系咪要防守咧？是要防守多啲，定系进攻咧？好啦，似进攻啦，进攻啦，开始进攻啦，系菲美斯，哎呀，下传，啊，我而家应该点好呢？控球游戏，呢、這个时候长传中间都可以，你个头锤啊，不如嚟啊，阿拉巴，嚟啊，传波俾尼玛，传俾尼玛，加油啊！喂、哎，哇，哎呀，哎，差啲真射得，喂，追住佢喺边度，冇俾佢入啊，哎，喂，大镬啦，大镬啦，唔好啊，喂，大镬，唔系咁样俾入啊嘛，喂、哎，冇事，吓死我，哇，明明我哋嘅分数咁高，啲球员咁屈机，但都差啲俾人哋起脚射入嚟，哇，吓亲我真系，啊，拉巴，控好少少啊，啊，大家小心为上。前翻中间喎，因为佢对面系防守得好好、啊、喎，已经半场啦，仲入到一球喎、啊，大佬，半，哎呀，半场啦，我一球未入到、啊，究竟系因为对面守得劲啊，定系我哋进攻唔系好掂呢？我哋嗰个战术，所以编辑下先，我只系想入一球啫，全进攻，超级进攻型，好啦，稍微调一调位。希望今次会好啲啦吓，好啦，尼玛又开波啦，好啦，掂唔掂咧？而家猜下，系咪应该进攻咧？我而家搞咗全力进攻喎，试下进攻二算啊，跟住而家试下前线镇压啦，啱啊，积极啲啦，系啊，啱啊，嚟啊，尼玛得唔得咧？尼玛攞到波，诶、哎，尼玛攞唔到波，哎呀，试下嚟一个长传，可能会进攻方便啲。长传，好啦，呢、這个时候你啦，独自上去啦，独自去兜盘，我借住你金啊，争啲啊，借住你监管射歪咗，唔紧要，我仲可以开翻个角球顶入锤，顶头锤，顶入去，哎呀，唔得，哎，哇，你个大脚，哦，你斩去边度，大佬，你唔系谂住斩爆个牌系嘛，啊，有支嘢想玩 PES 咧，唔使射个 PES 个牌度啊，我射一球啫。睇嚟有一球都咁难嘅而家，哎，尼玛，喂，冲啦，攞波射一磅、啊，都系尼玛你最可靠，都系尼玛最可靠，哦，尼玛入波啊，第一球，哦，你睇下尼玛，佢突然间放轻脚步，突然间嚟一个冲刺，再嚟一个，哇，兜脚射右边撞柱入啊，哦，真系，你睇下，果然系十九号，隔篱嗰十八号都唔够你追。好啦，下半场会入多球呢？可唔可以入多球呢？我翻屋企瞓啦吓。阿 Gisman 啊，攞唔到个波喎。阿拉巴，抢个波，阿拉巴，抢个波啊，唔得。哇，大镬，冇俾佢射，冇。啊！佢仲要铲地。My God， 我唔系打皇马，睇嚟我开始真系要。
要及时控下呢个战术先得，唔系讲笑，系啊，即系作为一个啊教练，喺时候企起嚟啦，喺时候闹人啦，好啦，又系要到尼马嘅时候啦，唔系呢个时嘅时候开始防守先，系啦，阿拉伯慢慢进攻平衡，喂，你唔系咁样传到失咗系嘛？哇，三个拆一个，梗系慢过啊，老细啊，三兄弟砌低一个啊，好啦，暂时防守先。暂时防守先，喂大王啊，全力防守啊，喂全力防守啊，喂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啊美斯控一控，喂控唔掂喎，睇嚟系因为我啲球员实在太过攰啊，系咪换咁啲球员出嚟咧？但系开始就嚟踢完咯，加油啦，顶埋佢啦好嘛，唔好长传啊，短传啊，老细呢个时候梗系，好啦，尼玛嚟啊，全力进攻，喂你传去边啊尼玛？你传去边啊？你传系点啊？阿拉伯射爆佢，阿拉伯哇！哎呀，我知阿拉伯心急咗啲，呢一球大脚好有力度，但争咁啲准度。唉、哎，算啦，完场啦都，加时一分钟玩完，防守算啦好嘛？玩完，哦，第一场嘅联赛系1-1打和啊，证明啦吓。就算系几咁强嘅啊，球队都有可能会有输嘅日嘅，或者系未必系球球都赢晒。你睇下，明明我啲控球都成 60% 啊，我哋射门差唔多成7球，但系我哋都系入得一球嘅啫。咁今集系咁多先啦，冇错咁啊。如果大家喜欢呢个系列咁嘅 like subscribe 咁啊，大家希望大家有玩嘅话咧，就抽到啲好嘅球员啦，系嘛？祝大家抽到球球都系啊，个个都系7星，全部7星，系嘛？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